我没义务哄你们，那你当我们是什么？我对你们不好吗？我说两句，蓝冠的项目中标了，什么意思？是拿下来了吗？ 哎呀，老高，这回你们可太厉害了！老高，你出息了，这次多亏了你们仨。老高，你这得请我们吃饭啊！对呀，可以啊！你为什么不和大家说？你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中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天上台打我的脸，今天倒是给我留面子，李薛。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一个项目而已，至于吗？我来基地就是为了好好做项目，我不想让人当傻子耍来耍去。老高，好。 时间紧任务重，大家干活吧。老子不干！老公，吴梦欣，方淑苗。网上有一些关于蓝冠公司食品和保健品的评价，你们负责收集，好的坏的我都要。 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不出口上任啊，李寻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开煤气灶玩火，老是趁我妈我姐不在的时候偷着玩。我妈总骂我，但我就是不听。直到有一次，后来我学乖了，再也没玩过。 你能在这儿和我说一言故事，你就不能跟老高说句好话？我没义务哄你们。那你当我们是什么？我对你们不好吗？那你劝劝老高啊，让他别退，总行吧？老高分得清是非利弊。放心吧，他没你那么娇贵。 找我干嘛？高洁宏，你想不想做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？